Hello， 又卡洛斯啊！今日咧就好興奮啊，因為咧奮鬥咗兩個幾月啊，差不多三個月嘅由零開始製作古典吉他啦，終於喺琴日完成咗啦。咁咧有朋友啦，好似阿梁偉業咁咧，就叫我話啊，將個吉他由頭試一次啦，彈一首完整嘅歌出嚟啦，試曬所有高中低八位同埋啲 harmonics 出嚟啦。嗱，我咧就唔係唔想做。因為做吉他嗰時太辛苦了，所有的指甲都斷毀曬，所以頭先你聽到我彈一小段吉他都彈得很吃力。所以今天主要不是展示我吉他造成的效果點，係想分享最後那段製作的過程，同埋喺呢段製作的時間我究竟學到啲乜嘢？嗱，好坦白啦，花了咁多時間做個吉他出嚟，自己當然很喜歡啦，但係亦因為由於第一次製作，所以遇到很多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個人比較心急，例如上重膠漆嗰陣時，油咗一陣，好心急就油第二陣，其實就已經傷害了第一陣了。第二個問題就是因為我自己個人不係好小心，有陣時買支新吉他翻嚟都會唔覺意嗨嗨碰碰會整花啦。咁我一邊喺度整緊一個新吉他，我一邊喺度整花佢，咁啊來來回回嘥咗好多時間。但大家可以諗下，如果一個製作吉他工匠，佢點能夠用佢自己製作緊嘅過程裏邊又同時整花佢咧？咁個吉他咪永遠都賣唔出咯。所以喺段過程咧，卡洛斯咧都學到好多嘢嘅。我相信咧，只要我能夠掌握到呢幾樣嘢咧，將來我做吉他一定會越做越好嘅。好啦，講翻繼續點樣做落去啦喎。嗱，大家見到咧，重膠漆已經落咗咁多浸啦，其實個面咧已經係反光閃閃亮嘅咯。但係啊，其實只不過你肉眼睇唔到啫，個表面咧仲係有水波紋咁樣嘅。換句話講，木材表面咧凹陷嘅地方咧冇錯係俾重膠漆填滿咗，但係突出嘅地方係冇處理喎。所以咧，如果你企圖要將個表面咧做到好似買翻嚟嘅吉他咁光滑咧，而家我哋就要做一個叫做 leveling 嘅工作啦。嗱，所謂 leveling 咧就係將突出嘅地方咧都批平佢。咁如果你就咁攞一塊水磨砂紙去磨咧，用你嘅手指咁磨咧，其實都係會順住高高低低咁樣噶嘛。所以咧，我哋要揾一塊表面平滑嘅木頭，而將塊水磨砂紙咧包住佢，跟住加水濕磨咧，就可以將啲高山全部鏟平噶啦。而我而家用緊嘅水磨砂紙咧就係1000毫，磨完咗1000毫之後咧，你會好明顯見到咧有啲突出嘅地方咧變咗磨砂嘅感覺嘅。但是咧，仲係反光嗰啲地方咧，其實就係凹陷嘅地方啦。而我哋要做嘅咧，就係做到成個表面都係磨砂嘅感覺，咁呢個表面咧，先至係一個真正嘅平面啦。至於側板、背板同埋琴柄咧，呢啲咁嘅曲面咧，就唔需要用砂紙包住塊木方去打磨啦，就咁用手掌咧，已經可以做到找平嘅效果噶啦。用完1000毫之後咧，我哋仲可以用3000毫啦、5000毫啦，以至7000毫。用埋7000毫之後啊，個效果真係滑到好似玻璃咁噶。好啦，打磨完之後咧，你就可以開始打蠟啦。咁打蠟呢個過程咧，又叫做拋光。咁我就喜歡用電動工具去幫手嘅，將多少個3mm蠟水咧，擠喺呢個海綿碌嘅上面，然後就輕輕力喺吉他表面上拋光。其實呢種做法咧，同幫車打蠟啦、幫鋼琴打蠟啦，或者幫屋企嘅木家私打蠟咧，都是差不多的。嗱，唔使打好耐嘅啫。大家可以睇下右手邊我呢個自己上重膠打磨同埋拋光嘅吉他嘅光亮程度，係咪同左邊呢個咧由工廠大量生產出嚟嘅吉他有得揮先？既然係咁咧，我哋就要俾啲心機，將側板啦、背板啦以及其他嘅地方都拋光好啦。拋光依家嘢咧，好見仁見智嘅，做到咁都應該算唔錯啦。但係仲有啲學生嚟問我一個問題，佢話：阿 Sir， 你花咗咁多時間去整一個吉他，點解比起一個1000多元買翻嚟吉他都仲冇咁靚嘅咧？所以今次咧喺繼續開工之前咧，就要同大家討論一下手工吉他同埋量產吉他嘅分別啦。其實你問咧飲咖啡嘅人就知啦，譬如好似周 Sir 咁，佢咁中意飲咖啡，佢其實係中意自己沖一杯咖啡出嚟，享受佢自己沖嗰個味道。又好似我哋著西裝咁，如果你走去鋪頭咧買套現成嘅西裝咧，就算佢嗰啲 cutting 啊幾好都好，點著都唔會舒服過咧。我哋去 tailor make 即係度身訂造嘅一件西裝咧，著得嚟舒服嘅。咁所以大家喺度應該明白啦，一個好貴嘅手工吉他啦，佢外表未必靚過一個好平嘅量產吉他嘅。但係由材料嘅選擇啦，以至於音箱嘅設計啊，用嘅花邊裝飾嘅選擇啊，以至於後來彈出嚟嘅音色咧，手工吉他咧都係充滿咗個人嘅性格同埋風格嘅。
好啦，当你认为个抛光已经过到你自己的关咧，你就真的可以搣走琴桥上面的皱纹胶纸，而准备黐个琴桥落去咯。黐琴桥方面咧，我哋都系用钛邦胶嘅啫，但系由于琴桥真的很受力嘅，所以必须要黐得好实净先至得。所以咧，呢度我哋必须要借用一啲特别用嚟整吉他嘅工具啦，好似我而家用紧呢个木制嘅 G clamp 啦，同埋呢个两边咧都有个旋钮嘅收紧工具咧，都系专门设计出嚟咧用嚟夹紧个琴桥嘅。而等紧琴桥干嘅时候咧，我哋可以连纸板上面嘅皱纹胶纸都撕去啦。呢个时间你自然可以为纸板咧搽翻啲纸板油去保护呢块乌木啦。而最后再安装埋旋钮。咁基本上咧，个吉他已经系完成噶啦。但系咧，我建议最好等多个星期，等个结构稳定下嚟咧，先至好庄严先。嗱喺呢个时间咧，我就跑去研究下吉他 pickup， 因为我想呢支吉他咧同我原有嗰支有啲唔同啊。木吉他嘅拾音器咧就好多款嘅，有啲系装喺个音孔度啦，有啲咧就好似个吸盘咁吸喺个 body 度啦。咁我买呢款 pickup 咧就叫做 under saddle， 即系话个 pickup 咧系装喺下弦枕。嗱，呢条幼幼嘅棒咧就系拾音器啦。至于个大咪插咧就装喺吉他嘅底部啦，好明显就用嚟输出嘅。呢个吸盘犀利啦，佢可以放大吉他嘅声音噶。至于个主机咧就好易安装嘅啫，我哋掹咗个按钮出嚟，扭开呢个旋钮，咁个面板咧就可以拆出嚟噶啦。拧开咗块面板之后咧，好清楚见到一个 VR 旋钮。一个排线插同埋一个 USB 插头用嚟充电嘅。好啦，安装嘅第一步就系要安装呢个 under saddle 嘅 pickup， 非常简单，度好位置喺下琴桥嘅坑里边咧，转一个3mm 直径嘅窿，然跟住你就可以将 pickup 嘅插头咧喺个窿里边穿入去，直至穿到咧个 pickup 咧能够成条方塞入去下弦枕嘅槽里边。至于放咗 pickup 入去条槽里边。下弦枕就会浪高咗啦，因此咧，我哋要将佢磨薄少少。咁点样先至磨得靓呢？我哋又要借用一啲特别嘅吉他工具啦。只要你有我手上呢个弦枕打磨器啦，就可以精确咁控制你想将个弦枕打磨薄几多啦。嗱，而家呢个情况咧，我就想将佢打磨薄1.2mm 到，咁样装落条坑度就 fit 晒啦。就算将来弦佢唔啱。都可以拆翻佢出嚟再做微调嘅。好啦，跟住咧就轮到喺吉他底部转呢个输出孔啦。咁我建议咧就先用右转嘴转一个细窿先，然后咧就逐步换更加粗嘅转嘴，而到最后咧再借用呢个吉他专用嘅扩孔器，将呢个输出孔咧扩大至直径12mm， 然后就可以将呢个大咪插咗咧穿过呢个12mm 孔嚟安装啦。最后咧，就喺吉他嘅侧板上面咧，拣选一个适当地方，开两个12mm 嘅孔，将两个孔连埋佢，然后打磨成为一个咁嘅形状。然后你就可以将主机咧安装喺呢个位置啦。好啦，最后剩翻嘅咧就安装弦线啦。如果我哋用普通嘅安装方法咧，就要穿佢个窿，转翻上嚟，然后喺呢度打一个结。完成咗之后咧，个情况就系咁样样嘅。嗱，今次咧，卡洛斯打算试新嘢，就系用一种叫做三角形延扣嘅配件嚟装弦线。嗱，跟住个说明书咧，照打呢个棘咧，就简单过原来嗰种棘嘅。打完个棘之后咧，就直接可以将弦线穿过个窿，而用呢个三角形延扣啊棘住个底部啦，非常之方便。至于琴头上面咧个调音旋钮嘅绑弦方法咧，就同以往冇乜分别嘅啫。嗱，而家咧我就装咗三条弦，大家会好清楚咧见到弦线咧经过咗下弦枕咧，形成一个相当大嘅角度嘅。但系用传统嘅绑弦法咧，个角度就冇咁大嘅。而我就有理由相信咧，大啲嘅角度咧可以更加有效咁去掹紧啲弦线嘅。好啦，调好弦就系真正试音嘅时间啦。嗱，懂古典吉他嘅人一定知道噶啦，因为吉他咧啱啱上起弦咧，一定会不断走音噶。所以我今日咧试咗吉他咧 ，tune 好音之后都唔能够弹太长嘅歌曲噶。
就咁就咁聽咧，我都幾滿意嘅聲音，因為一個新吉他、新弦線，比較喺個用開吉他咧，一定會有啲欠缺嘅。嗱，譬如我用開呢支號聲咧，因為開咗聲啦，咁個聲音真係甜好多嘅。但相對嚟講，因為我保養依吉他唔好咧，佢而家線位就高咗嘅。如果新做依支吉他咧，因為線位低啊，所以彈得好舒服。但聲音咧就真係冇支20,000+買翻嚟嘅吉他咁靚啦。但係唔緊要喎，因為我已經裝咗 M 喺度，咁所以咧開著佢調一個大細聲，再選擇加少少嘅共鳴，再彈一次。加咗啲人工嘅回響同埋擴音咧，又真係好聽好多喎。好啦，今日我分享到呢度啦。我係康老師。如果你喜歡我製作嘅視頻嘅，或者想知道多啲我之後製作吉他嘅過程嘅，請你訂閱、加讚同埋分享出啦。拜拜。